请走。不好了不好了，你女儿晕倒了。别让我妈提到我的名字。好的，我尽量。你说这花花草草怎么这么大魔力呢？我女儿和……哎，裘总，这个咖啡要给您再续点吗？嗯，好啊，谢谢。给大家都添一点吧。哎，好的。给肖老师。我说到哪儿？他爸在世的时候也喜欢画这些花花草草，我女儿呢遗传他画了一幅昙花，竟然贴在卧室天花板上，吓了我一大跳。哎呀，冉冉嘛，哎，这刚出炉的面包您尝尝，您尝尝呗。啊，好，哎，谢谢。裘总，不好了不好了，你女儿晕倒了。啊，晕倒了，我快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好好的怎么会摔倒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吓我一跳，幸亏我及时给她扶上床了。什么情况？上次复查指标不是很好吗？别着急啊，这不有医生在呢吗？我看看有糖吗？啊！哎呦！没事儿，低血糖了。冉冉，最近是不是又没有好好吃早饭？嗯，刚才起身起得太猛了，现在好多了。吓死我了！可不能有什么事儿了。没事没事，那个那嘉荣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让冉冉好好休息，你也别太紧张了，她最近身体挺好的，啊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，冉冉好好休息啊。嗯，那我们走了，照顾她，也别给孩子太大心理压力了，别紧张，走了，嗯，拜拜。好点没？嗯，我给你倒杯水去，烫不烫？嗯。